轻松的可不可以？ 唱歌。 对不起，海诺，请再给我最后的三分钟，让我把对陆子浩所有的思念全部哭完。我跟你保证，不再为他哭泣。 Same desire. You reminded me that I'm not alone.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to get on the ship? If I say I won't love anyone, including you, do you still want to get on the ship? I didn't want you to forget the good love. 我也不会在乎你会不会爱我，只要你让我待在你身边就行了。最主要的是，只要我们结婚，就能稳定环球的状况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我在 Freddie 发信的。 陆子浩，我是陈海诺，我想见你一面，越快越好。有什么事快说吧。你说过，只要爱情的心在浓妆。 就算要把他带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。不过爱卿现在要跟我结婚了，你怎么说？真的想了解可以带给爱卿怎么样的幸福呢？我比较想了解的是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替我还掉债务，还帮我恢复赛车手的资格。英跟林会长都已经告诉我，我喜欢公平竞争，不喜欢看你还没有反击前，就在我面前摔得很难看。我会记住你这句话。 不过也请你记住，只要爱卿在我身边，他的心迟早会在我身上。陈海诺，爱卿选择谁，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。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读注释，输的人就永远不能跟爱卿见面。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挑战？重点不是在于为什么，是看你有没有胆量接受我的挑战。 有没有勇气面对？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怕吗？怕。陈海诺从来没有怕过。游戏规则是。 这两个拳头里面，其中一个画了一个圈。如果你选到圈，就会输。怎样？敢选吗？谢谢。
恭喜你了，恭喜你！谢谢你为了让我恢复赛车手资格这么费心。至于那笔钱，当做是我送给你跟爱情的结婚礼物，这是我为我心目中的新娘所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从此呢，只有你能带给她天国般的幸福。 今天以后，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祝福你跟爱情。爱情 ，Goodbye。 I'm gonna go back to my old life and pretend like we never met before. <音>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在婚礼前跟你讲，到时候要不要结婚随便你，但是在这以前，我觉得你也知道真相权利。你帮我拿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哎呀，如果事情那么简单就好喽。你知道为什么能够一下就把债务还掉，而且还能够恢复赛车手的资格吗？ 是陆子豪，陆子豪为了给你一个无忧的未来，帮我把挡住未来的阻碍全部都清除掉。他把你交给我，然后他就能够放手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，包括回到环球，还有跟裴雅熙结婚。 希望你能够做出内心最真实的选择，不要留。
任何的遗憾。现在停掉婚礼还来得及。